张智霖自认幽默，想做栋笃唱。张达明和农夫日前连做日夜两场栋笃唱，达明直言好辛苦啊。不过好彩有农夫分担下，仲有好朋友次靓担任嘉宾，现场祝君好之余，仲落台握手，掀起全场气氛。系几个月前打嚟就话要做呢个嘉宾，咁啊，当然一口答应啦。咁啊，因为同佢实在好耐嘅朋友，咁亦都。好开心见到佢，已经好翻晒，都系充满活力啦。咁一定要嚟助下兴嘅。Chillam 担任嘉宾都表现得鬼咁落力，同玩得咁 high， 唔知 Chillam 有冇谂过都做栋笃唱呢？有冇兴趣呢一类？有啊，我其实都觉得自己可以做到栋笃笑嘅，即系讲嘢都系 OK， 同埋我觉得自己系有幽默感嘅，不过我想市场都是需要我唱歌多过讲嘢啦吓。